我这边正经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那个拖把从这个屋顶上突出来了，很大声啊，我东西掉下。来，手先紧一点。你的手瞬间变这么冰啊！可见你真的吓一大跳。你可以不要再跟我们开玩笑了，好不好？ 贝，你这样伤到人呢，你这样会伤到人哦。不好意思，伤了。别伤了，别伤了。别伤了。哎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尖叫声。小林，你看两个人上楼，为什么会尖叫一团，然后这样冲下来呢？小林怎么突然冲下来？我跟你说，我会突然冲下来哦。那时候我们在楼梯口啊，最后那里是我吓一跳。 那其他时候都是他们吓一跳，就那个时候是我吓一跳。为什么？小林，你是走的最后一个的人。照理来说，你连楼都没有上完，你屋子里面什么都没看到，你为什么会叫了半叫掉？我就看到玻璃很，就是砸下来，就砸到小新的身体，然后我就吓到啊，因为整个玻璃整个砸下来就是很大力的冲击。有人碰到那个玻璃吗？没有，你们距离玻璃很近吗？很近。 很近，相近，大概就这样子距离吧。那会像是Amy讲的，就是你们去碰到那个玻璃 ？No， 可是他们站在那边已经好一会儿了，怎么会就突然间这样？是后来的时候，你们在讲话，已经讲很久才掉下来的。对，有没有受伤？你不是说北北你会伤到人，有没有受伤？那是砸到他。对，有没有怎么样？那玻璃是在我的腿后面，然后很大一张撞过来，因为是牛仔裤。 所以有感觉到很用力，但是没有受伤。嗯，就是我想，真的好可怜，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的年纪跟那个北北当初啊呀，娶的那个太太一样，所以造成这个北北的一股怨气？对对对，转嫁到他们老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吗？其实哦，我们在讲说有可能有些老先生啊、老太太啊，他们在这种地方，因为生活比较封闭，所以基本上来说，他比较不愿意外人跟外人有相处。嗯，那也比较就是说，我们讲比较排斥一些外来的一些外人。 那第二个的话，就像刚才这个教科书的，因为他们年龄比较相近，跟那个当初他的太太啊，可能他的情人也比较相近，那所以变成说他可能对那种比较年轻的人，他也会有比较排斥这样一个心理。嗯，其实你知道我们刚才看到画面啊，不是我们说菲菲你这样会伤到人哦，然后我们后来又要走上去，然后叫一声，突然又冲下来了，因为我们看到那个什么。 隔就是要上去楼梯那边啊，有一个红色拖把在那边刷，红色拖把，而且红色的拖把，拖把，而且他刷的时候啪的一声，所以我们叫了一声就啪就全部都下去了。你提到那个红色拖把，好像在整个影片里面呢，每个地方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红色的东西产生。你要不要讲讲看都有哪些红色的东西产生？非常多，比方说有一些红纸。 或者是说红包，红色的枕头，红色，然后红色留下来的一些怪怪的液体，然后你知道吗？我们呢几乎是被这个红色的东西给引导去的啊！我们就真的只要找卷卷大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找，一间一间找，我们还找人家在庆祝生日的，所以我们就找那个红色的线索，真的找到。后来小饼好像跟那个你所声声称的老先生有点杠上了，我的感觉是有点，完全不敢这么做，因为这里是他的地盘，是他而且他。 这么的惨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对他并不是说就是那种该死或者怎么样，他是被害死的，所以我完全不敢骂他。不过呢，我们反而呢比较希望啊，接下来的影片当中，他们能够态度保持的稍微有礼貌一点，说不定呢，哎，就不会被吓得这么厉害了。不会这么厉害了，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今天的《灵异美少女之眷村冤魂》。其实这是我最开心的，我要谢谢摄影师、还肯走在我前面。 刚才是这个玻璃破掉的，对，它是完好的一片，本来，然后你看这边在这，然后把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砸到小心来没有？OK哈，其实你看，也不至于伤害我们，所以不要怕哦。我好小哦，那容易撞哎。啊，真的，啊，不要念出来。 在磨地板，是北北很得意的声音吗？在磨地板，北北好棒哦，北北真的蛮棒的，而且我们可以叫他是红贝贝，真的很棒。有敲敲了一下的声音。
你看他把这个房子呢涂成这个粉红色，很可爱。宝贝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子。他会不会很想要小孩子？不是不是，因为是给女孩子的。他自己可能以前一个军人，堂堂一个男人嘛，一个住在这边是可能涂成这个颜色，可能娶老婆之后为了讨她欢喜，把它涂成女孩子喜欢的颜色，当成是新房。可是你看他们的床已经是翻掉的状态了。来，你看那床，这是故意翻成这样子的吗？小心。拉链声，你们听到？对，没有，小心有没有？拉链声，咻，这样子。我觉得我心脏快无力了。你知道，我觉得现在是四周都很危险，但是我一定要讲这个树，因为呢，老师说哦，这个树会从这个房子长出去，是因为人们住在这边的怨念。所以这边的房，这个房间里面怨念最大呢，树就从这边越长出去了。好，贝贝，不讲了，我说完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问题。现在怎么办？这个房间要不要来这个房间做一下感应，跟贝贝。哇，这些人看到，看到这个床是倾斜的耶。而且你知道，床真的很像是。那个床真的很像是有力量的被这样子弄住，很大，然后对，然后有这个摇，还在有摇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来看的时候，接下来拍，它突然好像又放掉了，它砰，又回来这样子，哦，收到了。难道真的是怨念太深，所以屋外的树有了不寻常的变化吗？小敏三人身处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又会有什么其他的危险呢？长出去之后就占据了这里了。这里居然可以支撑。对，这个树根长去哪啊？奇怪，这个树一定很痛，它扁扁的被压在里面。因为你知道吗？它也许小根长出去，可是它一直在往外面扩张。它把整个挤开。可是它活得好好的，原来有点哭了。其实这棵树应该，就像是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鬼屋啊，常常会有榕树从这个屋顶给长出去。其实是奇因之地。不知道。可是，反正就是动物的声音。对。不管是老鼠。走很快，这样就这样走掉。其实，叔叔，楼梯有声音。在哪里？哪一边？哪个方向？我又听到对动物的声音，到底是老鼠还是怎么样？等一下，我想确定一件事，他是不是走了吗？应该是不走了，应该是被他人家闯进来，看到那些狗在吃尸体，就可是狗你发出那种声音，你进去那边，我分不清楚是老鼠还是低吼的那种呜呜声，有点哀嚎的声音。你知道吗？狗一直来，我们都知道是最恨家的动物。啊！往下跑。上面那群是什么？姐姐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们来你的房间看看。哦，这边可以通到外面的。你看，姐姐写的书法。陈小春，非真无不可。这样。姐姐，我在了解你的意思，所以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你写的文章我要去阅读它，我是尊重你啊。不然我们不晓得你到底是何感受，我们想知道。这样你们就乐了吗？求求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快乐，安度晨年行吗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北北为什么会这么的？而且你看它的主题，为什么神是倒过来？为什么？我很高兴。他是一个新陌生的视野。